这派克要干嘛？ 他为啥不定呢？ 这小丑二期啊， 也快被抢了应该。 我的指尖已经弹出茧，还是无法留你。 Killing Screech， 抓个人给好多经验呀。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。 这 Q 都 Q 出来了。
把这个打了，拆塔拆得快一点。 这个杀人，每叠两层还能召唤虚空蠕虫，我操 ，crazy！ 但是这个是拆塔更厉害呀，感觉。 帮队友拿好像更好点儿，但是他好像只能给打野。这小丑没有打红的，去搞他一波。他点了那个。 他磕了一个科技啊！这个版本秒表的那个天赋移除了六七八级，好像给一个什么合技。他好像身上就有个愤怒合技的样子。嗯？死了呀你！ 没啥还手的机会啊！他太弱了，他也去来提爆款。 直接二 Q 吧，稳一手。这装备还挺便宜的，但是我还是要先出这个，出这个斩杀线高一点。 这没有的呀！来继续打这个，再叠，我再把这一轮的击杀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召唤虚空虫子了。虚空蠕虫，这虫子看着确实有点反胃啊。有这个九毒蛇还是比较好杀的。 这虫子刷着无伤啊，其实，只是有点浪费时间。这虫子没啥攻击力啊，这虫子。我可以召唤蠕虫了吧？应该。哎，老子虫子呢？
好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敷衍。哦，在攻击防御塔的时候，攻击防御塔的时候会召唤两个蠕虫帮我拆塔，来召唤一下。A 塔的时候就出来了吧？应该，哦，出来了，四个。我这个 A 了，这个拆塔挺快的，你看这个拆塔。我这个防御塔拆了这么多血，多拆了800多点血了，还在拆，1000点血了。拆塔确实快，打了这个东西拆了拆塔确实很快，差点钱。哇，这被 Q 了他，这玩意儿就是拆塔用的。感觉比赛里面应该会比较重要一点吧，排位的话，我操，差一点！我刚刚用这个清野怪了，W 一闪，没想到吧？我是可以 W 我的虫子的，这个虫子好像也可以用来 TP 用吧？然后下一件出这个，再下一件收集者了，肯定是永久的呀。你这回你都把他打了，肯定是永久的呀！我操！我现在伤害就很高了呀！我现在伤害，哇！他比我多个点燃啊！我第一个 Q 小兵了，有点急，等个 Q 就好了。这给他1000块，我操，他装备也挺好的呀。他这波提了1030啊。我高估我的伤害了。这居然两件套，居然打不过他一件套。虽然我没大招，但是也不应该呀。卡特很肥，但是我不怕他，我 Q 他就死了。他再肥也没啥用，我 Q 他一样死。坏了，这小子要骑峡谷先锋了。哦，对，我，他拿的话我也可以骑，队友都可以骑的，好像。这个斩杀线很高啊，这个配合九头蛇斩，配合黑暗收割斩杀线很高的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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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啊，西吧，这他妈没 Q 到，是真的是搞笑。哇，这都没 Q 到，理解不了。好傻逼呀！他妈头像跟个脑残一样。这样出身板很脆啊，都没什么血量加持啊，这装备被开到被逮到也是死的，高风险。
但是如果你能一直找到对面的位置就好很多了。打排位的话，感觉还是要出夜之风刃稳一点，对吧？因为高手多嘛。哎，我操！我他妈的，这小丑是真他妈恶心。这小丑是真傻逼啊！这他妈两个盒子，他也做了一个亵渎九头蛇。我感觉他第一件应该出这个，他第一件应该出这个。他小九头蛇刷野就好。或者有没有可能出这个？出这个，然后再转别的呢？但这伤害高啊！这小子是真讨厌啊！这小子，伤害有点高。等我分离子。我都忘了，我他妈的要拆塔的呀！我拿了这些，我要拆塔的呀！不拆塔，这峡谷虫子，不拆塔，峡谷虫子白费了。派克是不是找死啊？一直在找我位置。无敌了，这三件无敌了呀！这三件装备就无敌了，感觉打排位的话，下一件叶刃。打排位的话，下一件就可以叶刃了。神话装备移了，有的英雄弱，有的英雄强啊，有的英雄就不太需要神话装。
这小丑可能要 Q 进来，感觉。 这勾巴大招都没放，一个 E 他就死了 ，QQ E 他就死了。这大家的装备都没啥生命值呀，就挺好秒的，你知道吧？大家的装备都没有什么太多生命值，你看他这装备对不对？他这些装备没有一个加生命值的，你没发现吗？之前营业还加生命值吧，现在营业也不加了，这全都是只有护甲了，伤害高，但是都很脆啊。 咋不往我这儿来呢？跟他妈提款一样，就这么简单。 虚空草丛咋不出来了呢？出来了，好丑啊，一蹦一蹦的。